Miss Ho， 你睇紧啲咩啊？哦，我睇紧呢个叫做《最浪漫的钞票故事书》，系讲呢个钞票噶。原来喺钞票里面咧有好多浪漫嘅事啦，同埋人啦，咁大家都可以借嚟睇下嘅。等 Sir， 你睇紧啲咩书啊？我睇紧《原谅别人放过自己》。哦，唔该晒。李 Sir， 你睇紧啲咩书啊？睇紧呢本书叫做《放下即是快乐》。讲啲咩噶？讲啲乜嘢啊？即系一啲嘅小故事咯，就讲翻咧呢啲系佛教嘅道理啦。不过唔深噶呢、這个道理。你睇紧啲咩书啊？我睇紧《哈利波特之神秘的魔法城》。Hello， what are you reading now？ Hi， I am reading The Maze Runner。